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在周二举行的英超联赛，默西塞德郡打比，红军利物浦以2-0击败爱华顿。而在赛后，年仅18岁的后防小将巴迪舍迪被评为今场利物浦队内最佳的球员。在今场赛事里面，正选上阵的巴迪舍迪出战了89分钟，在期间有51次的足球次数。全球表现方面，35次的全球里面有27次成功，成功比率达到 77%， 6次的长传里面有3次成功。另外他还做出了2次的关键传送。巴迪舍迪在防守表现方面，他作出了12次的地面对抗，有4次的成功。另外还有1次的空中对抗成功，1次的解围和1次的铲抢，11次的丢失控球权，1次的被侵犯，避过的次数亦都有5次。而进攻数据方面，2次的盘带里面有1次的成功，而射门命中亦都有1次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